干什么呢？一个人在这儿发呆，你是不是在想林雨贞啊？哪有，胡说什么呀？小苏，凭我纵横情场多年的经验，你现在有三个方案可供选择。哪三个？第一，挥剑斩情丝，彻彻底底的把这个雷雨贞给忘了，然后找个更帅的更有钱的气死他，毁死他。第二，主动出击把他拿下。第三，这第三嘛，就是像您现在这样了，一脸哀怨的站在这儿守株待兔。去你的。对不起，路上堵车，我来晚了。没关系，我也才到。谢谢。送我的？嗯。谢谢。今天怎么了？这么绅士。我一直以为我向来很绅士的。我觉得你今天不太对劲儿，又是请我吃饭，又是送我花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求我啊？怎么在你这儿当个好人就这么难啊？啊？就想请你吃个饭，来，看看，有什么想吃的，千万别客气。我是不会客气的。君飞，嗯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好啊？突然想请我们两个吃饭。怎么，请你吃饭不行啊？我今天心情好，所以呢想让大家一块聚一聚吃个饭。你是想跟思琪聚吧？我可不想当你们两个的电灯泡啊。哎呀，真没有，我真的就是想让大家一块吃个饭聚聚而已啊。小苏，你这回可是想多了啊。群飞这次还真是要请你吃饭，我真的只是作陪。行，我没问题，只要你们两个不嫌我这颗电灯泡耀眼就行了。行啦，吃饭还堵不了你的嘴。哎，好了好了，马上就到了啊。走。在哪儿啊？这边。怎么样啊？风景还挺美的。嗯，群飞啊，这儿应该挺贵的吧？那是。你这铁公鸡怎么舍得拔毛了？哎，谁是铁公鸡？我可不是啊。哎呦，你对思琪不是，对我可是铁公鸡。那个，要不然我们换个地方？哎，换什么换？你这点儿。哎呀，思琪，杜小苏，走，听我的。走。雷总，家人有约啊。啊，雷总，今天休息，我带小苏还有思琪出来吃个饭，你们慢慢吃，我们换个地方。别走。思琪，雷总，不如一块吃吧，这么难得见一回面，你应该不介意吧？既然来了，那就一起吧。走。服务员，加几份餐具。自豪。许小姐是吧？幸会。我叫曾思琪，白晚的记者，你是俗称的娱记。哦，曾小姐是娱乐记者啊，难怪这么伶牙俐齿的。看来许小姐对我们娱记有偏见啊。
怎么会？于季跟我们可是鱼水之情，唇齿相依啊。对了，邹小姐，像今天这样的约会对你们来说是不是很不一样啊？那要看是什么性质的约会了。像这种一般朋友的约会当然是上不了我们头条了。那要是情人之间呢？听说许小姐在国外的恋情不太顺利啊，这次回来是在寻找安慰吗？雷总，许小姐，不好意思打扰二位用餐了，抱歉。啊，那个雷总，我们先走。雷总，有句话我不知当说不当说。说吧。许小姐是您的朋友，小苏也是您的朋友，许小姐的内心怎么想的我不知道，但是小苏的心我知道，你也知道，你应该怎么做我相信你应该非常的清楚。再见。思琪，你看看你刚才那个样子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杜小苏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我刚刚是来帮你出气，你现在还说我，简直就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可是你跟许攸那样子说话，让我们大家真的很尴尬。别吵了，我知道前面有一家特别好吃的韩国烤肉，咱去那儿。你们俩自己去吧，我先回家了。杜小苏，思琪，别叫我了，那么多好吃的店你都不知道找，找这家真的扫兴。这怎么成了我的罪过？人都走远了，别看了。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请我吃饭还送我花，是不是拿我当挡箭牌呀？什么？我说你跟杜小苏的感情不一般，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？你故意让他吃醋，让我来给你演这出戏是吗？我今天叫你来不是来让你跟我演戏的，是接下来有些事情要做，可能会有危险，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被牵扯进来。好吧，算你有良心，不过我倒是很好奇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危险能让你雷雨中有所顾忌？我的好奇心啊，决定让我不走了。我倒是想把这生死攸关的大戏看完。哎呀，小苏，小苏，小苏，你别生气了，都怪那何群飞找了什么破店吃饭嘛。好啦，刚刚是我口不择言，我胡说八道，我童言无忌，你不要生我的气了嘛。我有点累了，我先去洗个澡。小苏，像今天这样的约会对你们来说是不是很不一样啊？那要是情人之间呢？打扰二位用餐了，抱歉。